为什么要骗我啊？骗我你破产了？为什么？跑我们家来看我善良好欺负是吧？啊？骗我你破产，你想干什么？拆散我们家呀？我真后悔当初没把你弄死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来祸害我们家你啊！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你偏不听！现在我已经帮不了你了，受着吧你！深恨别人欺骗我，我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我都不接受，接受惩罚吧你！大哥饶命啊！哎妈！你这喊啥喊着这？哥，我错了。是啊，你大晚上睡着睡着觉大喊大叫，这毛病真得改了。这能把人吓死！行行，赶紧睡，赶紧睡吧睡。哎，哥，哥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有啥话，明儿早上再说吧。啊。别，先别走，别走，小明你也别走。我这话很重要。那重要，快说吧，那就。我没破产，我有钱。我来这个家就是想。这个接近小咪，接近咱们这个家，所以才想的这个办法。我错了，哥，我真正错了。你这是醒了还是没醒？醒了。